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三千台扭蛋，三千台，很便宜耶，300元，而且这个是发夹，这个是手表，哦，不错，看有没有都。男的，这边的扭蛋都有分主题。我刚刚问店员说那个哆啦 A 梦的在哪里，他直接带我来哆啦 A 梦。像这个就是那个300日元转钥匙圈，然后下面是那个，哇，下面是超便宜的，才200日元。然后这个这也是钥匙圈，这300日元。这个嘞，啊，裤子，这比较贵。这个是400日元，但是这个比较可爱。哇，哆啦 A 梦的好少哦，哆啦 A 梦的特少。这里，哇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这个哆啦 A 梦超可爱的，我想要这个或这个，好，转这个，投钱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这个也好可爱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哦，蓝色的，不知道是哪一只。蓝色的笑脸。啊，这一只，这只可爱。我刚刚打开的是这个，吃饱饱的哆啦 A 梦，你看的脸都鼓起来了，好可爱，你看，超可爱的。来转我最爱哆啦 A 梦的扭蛋，超级可爱，是福星小子拉姆，好可爱。然后旁边这个是勇者斗恶龙的史莱姆，它什么比较特别的啊？是柯南。这酷洛魔法石哦，海绵宝宝，猫头刺品，这个很好笑哎。猫，来到三千台扭蛋机的磁带，这个绿色的好多哦。有怪兽电力公司，哎呦，还有那个史努比，然后蓝色的，蓝色的好可爱哦，哦，蓝色的彩虹熊哎，然后丑鱼，怪兽电力公司史迪奇，黄色，黄色有彩虹熊，布丁狗跟史努比。粉红色，红色有，还是彩虹熊，
然后 Hello Kitty， 好、哦、可爱。然后这边是那个蜡笔小新专区，我想要转这个，我想要这个，或者是管制也可以。好，可以转喽，四百，2、3、4。有小白，请给我小白。请给我小白。哎、欸，这个，哦，我抽到管制哎，抽到这个，哦，不错不错，抽到管制也不错，耶，我抽到管制，我抽到了这个管制喝啤酒，可爱，我抽到了管制喝啤酒，很不错哎，你看。还有一个酒，然后这个小白笑得超可爱的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小白的商品。蜡笔小新骑脚踏车，然后他的可爱小伙伴们，蜡笔小新和他的可爱小伙伴，根本没看到这一台扭蛋啊，这展示用的吧？这个是我最喜欢的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好可爱哦！我希望可以抽到。爱丽丝，然后第二个是牡蛎宝宝，第三个是喵猫猫，第四个是兔子。4，给我爱丽丝，给我爱丽丝，爱丽丝来吧！我抽到爱丽丝了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要什么抽什么，真的是幸运之神哎、欸！看实体长这样，超精致、超可爱的，好漂亮哦，很喜欢，超喜欢，这个超可爱的，看我抽到的，本人做的超美的，喜欢。我要转那个鸟的，来，让我们先许愿，我希望是猫头鹰，第一个猫头鹰，然后第二个。这个或鹦鹉都可以，来喽！有猫头鹰，猫头鹰，猫头鹰啊！哪一只？好像是这一只。抽到这一只，啊，实体好可爱哦，而且这个才44块台币，值得。耶、yeah, ，我想要这个情人伞，我第一个想要情人伞，然后第二个想要这个，想要他跟妹妹的。好，转，1、2、3，给我情人伞。心想事成，哼，好像抽到情人伞哎！各位观众，真的是心想事成哎！你看，我抽到情人伞哎，它是活动的，哇，超棒的！那300日元，我要再抽第二次。啊！这个一门，可爱，这个今天的战利品都是我喜欢的，耶、yeah ！抽这个200块的，抽人。